13题 This figure shows a proton moving at velocity v toward a long straight wire with current I. At the instant shown, the proton's distance from the wire is d. If in unit vector notation, what is the magnetic force on the proton due to the current? 好，这个图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有一个proton， 一个这个质子它向下运动，我们可以看到速度是这么大，负200，负号代表向下 ，j 代表 y 方向，所以是往负的 y 方向，就是图形所显示的。这是一个 proton 带的是基本电量，但是正电。好，那么 下方呢有一个导线，沿着 x 轴方向流动的一个导线，电流是350mA。就在现在图形所显现的这一刻中呢，它的位置 proton 的位置是在小 d 的上空啊，距离这个导线2.89公分。要我们用单位向量的表示法来表示出magnetic force 作用在这个 proton 上面的磁力 force 谁给它这个力量呢？电流 due to the current。好，我们来算这个问题。我们要算这个 proton 它的带电量是 Q， 这里 Q 当然就是一个一，是正的也就是 1.6×10^-19次方coulomb。好，如果要问它所受到的力量，当然就是由磁力的基本公式来决定 ，F 等于 QV cross B， 对不对？Q 我们知道就是基本电量 ，V 呢？题目已经告诉我们是-200 J cross B。如果 B 知道这个问题，把外积做完，答案就做完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先知道，在这一点目前的磁场是多大？地磁我们忽略不计，所以磁场完全来自于这个电流线。这个电流线所贡献的磁场呢？根据右手。定则是这样子这样子，所以贡献是往上的，所以在这边的磁场呢应该是往上的，所以是出来的方向点。好，那么往上的方向就是 Z 方向，所以我们知道这里的磁场呢应该在 K 方向，而其大小就由我们刚刚用的这个长直导线的这个结果2π距离 d mu 零电流 I， 就用这个公式带进来，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一边呢应该是1-200 J 外积，我们的磁场是 K 方向的磁场然后是2π d， d 是2.89公分，也就是0.0289公尺 mu 零。4π×10^-7 I 是350mA，就是0.35A，所以把这些都带进去。那我们知道 J cross K 当然就是 I 所以这边应该是负的 I 方向，所以我们知道是负的 I 方向是我们力量的方向。我们再检查一遍 QVB 对不对 ？B 是往上的方向。V cross B V cross B V V 是这个方向 ，B 是往上，所以 V cross B 拇指往这个方向，这个方向是 I 的反方向是 X 的负 X 方向，所以当然就是负 I 了，就是这个负 I 就是这个负 I 方向好，大小呢，我们把 1.6×10^-19 带进去，整个算出来，你会得到这个力量呢会等于。-7.75×10^-23次方牛顿单位是牛顿，那我们已经知道在负 I 方向好，这就是我们最后算出来的结果。